场屏东的声音在哪里？好呀，欢迎来到2023我们的屏东三大人音乐节的尖叫声。哇，众所期盼，各位，我是小龟，又跟所有的朋友在屏东见面了。当然我们大家已经期待了我们音乐节非常久的时间，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率先登场。各位知道卡斯有哪些人吗？啊，哇，大家都非常期待，待会再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最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天的音乐节呢，其实除了现场人山人海，先让我们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看到你们的双手在哪里，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没有错，我们现场非常多的朋友哦。不过你如果没有办法到现场来的话呢，在电视的部分你可以透过 MTV 台还有我们的台视综合台都看得到。那网络的部分呢，可以透过我们 Live Today 以及 Video 还有 Video 的 YouTube 频道，还有包括三立新闻网还有三立秀的脸书，也都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直播哦。那在 MOD 的部分呢，你也可以来锁定 MOD 的三立综合台还有 MOD 的 MTV 综合台，以上所有的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屏东三大日音乐节所有最棒的表演。好，当然呢，我们非常多的卡司要在屏东轮番上阵之外，在今天晚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屏东很重要的贵宾们莅临现场，先让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新老朋友，给我们的贵宾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欢迎到了这位屏东市长周佳琪市长，以及我们屏东县议员苏姿婷议员。方一翔议员、梁玉慈议员以及我们李世平议员，欢迎你们。那另外呢，来到我们屏东市民代表哦，古富才代表，欢迎，以及李彦宁代表、曾文章代表，还有傅建雄代表，以及林仁杰代表，再给我们所有的贵宾一个热情的尖叫声。天哪，天哪，他们都已经准备好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嗨翻天了。OK， 屏东总是多一度的温暖，多一度的热情，所以相当然呢，我们的卡司绝对是要最坚强的。接着下来，你们猜看第一组要登场的是谁？告诉大家，这一位巨星哦，好久不见，他非常有诚意，把整个 band 带到现场，要让大家一起跟着他的歌大合唱。现场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就要把我们的舞台交给这一位好久不见的萧红人。
唱吗？你的哭，我好像有听到，但是我不是很确定。更多了几种感觉，别安慰。这歌是应该你可以听到，是不是？我只想再说一遍，把你渐渐快不见。今天屏东声音好像蛮大声的。我啊，我大概七年没有听到尖叫声了吧。所以呢，谢谢大家尖叫给我，谢谢你们。屏东的人真可爱，全部都屏东人吗？我不相信。啊，我是板桥人啊。哦，都是屏东人。哦，谢谢谢谢，还有看到今天有拿我的蓝色棒子的，哦不是啦，哦这蓝色棒子，但不是，哦好，有拿我牌子的，有拿我毛巾的，哦，有拿毛巾呢，镜头在拍的时候就直接摊开，好不好？给他拍一下，谢谢。
谢谢大家。今天还有其他艺人，大家知道吧？知道哈？那知道为什么我是第一个吗？这个问题很难，对不对？对，但我是今天第一个。这样也有尖叫声。好啦好啦，而且哦，宝哥有点聊太多。接下来这首歌坐这里好不好？我琴基本上今天用完了，好，就这样，好，等一下就直接是托运回那个台北，这里好不好？等我十秒好不好？新年快乐好不好？哎，好开心哦！你们为什么那么开心？等我，好，我今天呢，其实看到台下很多人铺野餐垫，这首歌，哎呦，很适合你们。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忘记吧》。右边很上面的朋友听得到声音吗 ？Hello Hello， 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开始。知道那蓝色棒子怎么用吗？
谢谢屏东的大家，谢谢，谢谢你们。各位啊，我们十一点双人听到屏东的最热情的尖叫声，欢迎双人。Hello， 小龟，怎么样啊？好久不见哎，人生当中第一次见到你是不是？对，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很爱去 KTV 唱你的歌哦，矿回漏体啊，还有那个第八十九届哦，对，所以大家今天一定都有满满的回忆杀，对不对？哎，那个双人的毛巾在哪里？老大，十年我在。感动吧，太感人了。签名是啊，待会后台找他。哦，那这么久没见，来屏东感觉怎么样？很爽啊。嘿、hey ，对我其实很少讲很爽，但是很爽哎、欸，是真的很爽，是真的很爽。我跟你说，屏东哦总是多一度，因为平常可能在北部啊比较容易下雨，或者比较冷一点点，但是来到屏东啊，就会有一种南国的氛围。对，就特别温暖之外，屏东的朋友也特别热情，对不对？哦，我真的感受到了，谢谢大家，谢谢。是来屏东啊，有没有想去哪里走一走，或想要吃点什么？没有，今天就是啊，有啦，其实有。啊有了，等一下你吃了什么了？我没有，我就是吃了便当而已。啊，你就是啊，这太可惜吧！屏东这么多美食，各位有想带双红人去哪里吃饭吗？你家？你说你妈妈的家常菜吗？哦，你家的家常菜是不是？还是你煮的？你煮了吗？啊、旁边这位，旁边这位是，啊、开始有点害羞。我们三个一起吃，三个一起吃，可以啦，可以啦啊！哇，喂喂，好啦，那这么久不见，有没有什么那个新的动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7月22号我要开个人的演唱会。哦耶！而且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是出道15周年。各位啊，先来点热情的尖叫声，好不好？十年一刻已经够不容易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出道15周年吗？是，就是15个年头过去了。对对对，对是往前啊就不推了啦。啊就不推了。对对对对，但是15年真的不容易耶，对不 对, 对？所以这个演唱会的部分要不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演唱会其实是我其实想要回馈给歌迷朋友，是因为歌迷朋友好像很想要在演唱会现场聚集，对，那我就自己办了这个演唱会，是，所以呢这个封面的照片呢直接没有我，就是歌迷。哦，我觉得这样子让我看到他们有没有感受到，谢谢你依然在这里。 对, 对，没有。然后今天呢就是呢希望大家呢如果真的想要来我的演唱会的呢，你也不用搜寻了，屏幕上有个 QR code， 现在手机直接拿起来扫，哎、欸，你就其实是可以到网页去喽。对，哎、欸，请帮我们扫个 QR code 好不好？对对对，谢谢大家。那当然，今天很难得哦，这个我们在屏东跟双人一起来分享他的创作跟他音乐，可以来一张大合照吗？可以吗？是问我吗？是问大家？你们想要拍大合照吗？想拍独照，哎、欸，亲爱的，先大家也想拍一个照，好不好？那待会我们就让超人跟大家拍个大合照，再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好，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要先回到现场了，所以现场朋友，双手借给我。红叶屏东的尖叫声在哪里？拍个照好不好？好，我们请萧红人跟大家一起拍个照，然后你们的加油棒、萧红人的毛巾、大家的热情都要借给他 ，OK？ 来哦，现场朋友，把你的双手举高，给萧红人一个最热情屏东的尖叫声！耶、yeah,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哦，7月份出道15周年的演唱会，而且很有诚意哦。你知道，演唱会之前就先来屏东陪大家。最重要的是，我接下来又要再把舞台交给我们的萧红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7点吃饱饭了吗？都吃了哈、哦。今天节目时间比较长，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体力。哦、oh, ，OK OK， 哦、oh, ，边吃边看，很有体力，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对我自己还算蛮特别的，也蛮有意义的。我中间呢，其实有几年的时间呢，大家比较少看到我，因为我去做很多副业，哦、oh, ，我去开咖啡店，我去做麻将游戏，我去开越野车载客，哦、oh, ，然后在这中间呢。我写了一首歌曲，
我觉得人生呢有很多的困境，但是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勇敢的去跨过它。这首歌我不知道今天大家第一次听能不能就一次听懂，我希望大家可以一次听懂，是一首台语歌，叫做《长年话一根线》，送给听众。Thank you.
袂去的家己。无你无家己，爱感谢你家己。谢谢大家，谢谢。今天很爽，谢谢大家。好像快要比我自己的演唱会还爽了，但是不能超过我自己举办的演唱会啊，这样不对啊。如果呢，你们7月22号有空的话，就来参加我的演唱会好不好？就在台北。如果有兴趣的话 ，Peter 再播一下我的演唱会给大家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直接可以来参加。如果你会唱的话。
较有有真侪人咧排队，但是在我看来，拢是你。完全是一个专场的感觉了，你知道吗？